你一定要知道确诊个案自主回报医疗系统怎么用。采检阳性之后会收到手机简讯，小心诈骗，请证明网址是 bbs.cdc.gov.tw 再点入回报。首先确认基本资料，如果你有喘、呼吸困难、持续胸痛、胸闷、皮肤或嘴唇、指甲床发青的症状，请立刻联系119。接着，孕妇、血液透析患者或是65岁以上独居民证，请在这边勾选。再来，请回想一下共同居住者，开始填写线上疫调单，一共有5大题。填写完毕，记得联络您的同住家人进行自主防疫或居家隔离。如果你有装社交距离 App，也请自行上传随机 ID， 照顾自己也保护他人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关心您。在股市打拼20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5月31号的股市万德福。今天5月31号，接下来要6月份了哈。那不要笑阿德，因为全市场只有阿德跟你讲说下半年会看到19000，嚯，阿你要打笑，我紧啦，你尽量笑啦，哈，尽量笑，笑得大声一点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那你就尽量笑哈，就这样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今天阿德对于整个未来的大盘怎么看，我要说。老师，今天尾盘就是那个鸡肋股啊，台积电啊大涨哦，对吼。老师是外资回补，是那个被动基金怎么样？我不知道啊，等到收盘以后，你到了5点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哟，老师啊，你的节目5点半的呢。所以你知道了，你比阿德更早知道啊，因为阿德是预录节目嘛。好，重点不在这里啊，重点看到这里，今天开低走高，然后哦，一根长红棒上来准备攻击季线，哇，好棒棒啊，老师啊，你讲了就好啊，你也要技术分析，错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生气啦齁，如果现在有那个老师还在跟你讲技术分析啊齁，拢是就两公的啦，股票落两三，你这个指数落两三千点嘛，还在讲技术分析在低档，那个空的啊，敢是安尼，笑死人啊！你竟然不相信啊？我就跟你讲。什么叫做高档？你不相信那股那指数吼，那创历史新高，你才讲现在在高档，大家都不信呐。啊，如果那跌两3000点，你才讲现在很多股票都在低档，所以很多人要信呐。所以现在技术线型有什么用？没有用啦。因为老师啊，技术线型没有用，那要买什么？买趋势啦。因为老师有很多老师都说吼，他是技术派的嘞。阿里阿里，你别浪气！我真的在笑他们，真的在笑他们。不管他们当了几年，20年、30年，笑死人的啦。那还有那个当20、30年的，在跟你讲筹码的，那更笑死人的。那筹码只全市场只有那个业内在做的那个人算得出来而已，其他人都算不出来。还有人跟你讲这个，打你工业以他会筹码的，他不是天生骗子就是什么？骗子加什么？加傻子。哎呦，老师啊，你来讲干哈呢？阿伯，到底是要做啥？来啦，其实阿德跟你讲啦，其实你看到我的侧标就知道了啦。来啦，请你重压电动车第一位的就是我嘛。从2020年10月22号啦，哦，我跟你讲这个，我也没有什么。
好说的啦。2021年的时候，那时候电视节目，那时候所有的报纸媒体通通没有人在讲电动车啦。你要看电动车要从网络去拉资料，那阿德从网络拉资料出来了，来告诉各位一定要压这个。那结果到现在全市场的人都跟着阿德在做什么电动车，对不对？没错吧。好，那既然要做电动车要怎么做？你要先懂电池啊。因为老师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懂电池啦。啊，你如果懂电池，电池它代表的东西就很多啦。本来啦我本来是要说电池先讲啦。好，来我给各位看一下，稍微看一下啦。我本来是要电池先讲，因为电池讲完可以讲储能嘛，对吧？储能讲完可以讲绿能嘛，绿能讲完了讲太阳能嘛，太阳能讲完了讲什么？所有的政府的政策嘛。我来讲讲安尼讲不完呐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现在还没有在涨。啊，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在涨？因为现在全世界的所谓车电的锂电池，你看也成长幅度占你多、啊，那叫做惊死人，你敢知？近前啊，吼，譬如讲，我来讲，譬如锂电池的二啦，吼，以前呐、啊，如果我们用亿来算呐，吼，美金呐、啊，算亿来讲，吼，以前无到四百亿，对不？无到四十亿。那如果到2030年的是2720亿美元，啊，你讲伊成长的幅度有多？有啊，啊，为什么今麦无爱讲？因为现阶段因为乌俄战争呐、啊。很多原物料哦，起起伏伏啊！你再来讲这个，就算业内想做，他也不敢什么很大力的去做、啊。所以现在你先忍一下嘛，先忍一下嘛。那你今天有看到一则消息嘛？叫做新胜利嘛，新胜利的大股东把他卖股票嘛。那我请问各位，是阿德卖的比较对，还是怎样？所以阿德卖了没卖啦？所以说。你如果打电话进来问阿德，哦，你打问阿德说啊，你也好金融股啊，什么股啊，其实会啦，没有那么懂啊。可是你问我电动车产业，我真的是懂的，真的是白的啦。我有时候讲太快讲错了，我隔天想起来，我还会跟各位讲说，哎，我昨天讲太快讲错了。比如说第三代半导体，我能说第三代半导体会不会取代矽晶圆？我说不会、啊、一定不会啊，铁定不会啦。为什么？因为矽晶圆现在的纳米数已经做到什么三纳米甚至三纳米以下了嘛。啊，为什么要用矽做？三纳米就是它的基底的长度嘛，对吧？你28纳米的是基底的长度嘛，那个叫基体嘛，哦，极呀、啊，太极的极，你懂吧？太极的极，基体嘛，那个基底的长度。那我请问你，如果你现在第三代半导体加上矽下去的话，它是不是要承受高电阻、高电压？我还讲三纳米的没走呀，足多人听无，我知影，我刚才看你的眼神，我就知影你听无啊。啊，你不过叫我安怎讲产业？我讲安尼都听无啊。啊，我好啊，佮讲一遍，集体，我来想一个方法啦。我讲较简单的好无？讲较简单的啊，我想一个方法来讲较简单，看你听有无啦。譬如小拍电啦吼，安尼啦，安尼佮安尼佮安尼，你若愈近的时阵，它的。你要，比如讲，你要被电到的机会越大，好不好？安尼就听我吧。比如讲，这个里漏电哦，比如说这里漏电，这里漏电，啊你，你安尼会去电到，一定电到嘛哦。好，所以说你越近越有机会电到嘛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啊，传统的矽如果几纳米是杂极的问题嘛，哦，如果这样都 OK。为什么都 OK？ 如果你加上所谓碳化矽，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矽的话，它只靠它就是什么高电阻、高电压。我来讲，你三纳米没做诶，到时你做了规皮拢去了了啊，安尼就听有啊吧？啊，那听无我就无爱搁讲啊啦，听无我就无爱搁讲啊。你讲这你也听无啊？啊，足侪老师咧讲迄简单诶，就听有啊。因为他们都说不对嘛。好了，这不是重点啦，重点是说我为什么电动车的电池没有先讲，
因为它包含的太广了，所以我会先讲叫做什么，叫做 IGBT。哦，我一定要提一支笔，等您画一下，啊，不然您会讲啊讲。来，这个是阿德的那个哦，我画一下啦哈，我画一下啦，因为我在讲一个故事，你要想想看看，你今天如果要投资一档股票赚到大钱，譬如说现在准备要放年假了嘛，哈，连续假期啦，哈，不是过年的年啦，哈。那有钱人要干嘛？有钱人要赚钱嘛。啊，你如果只有100万、200万、300万的，啊你就多学学啦，哈。阿德看你讲啥？譬如这个一台电动车，我老师你有画图就歹看，我说的也是啦，哈。电动车有四粒链无？有啦吼！哦，是啊，你这链那也是四方形呢。啊，随便啦。好啦，那如果它是这里是电池，对吧？如果这一块是电池，这是轮子嘛，哈，对吧？啊，这里是它是要驱动这里吧？这里叫什么？马达嘛，它要驱动。它驱动，它一定要很多线去驱动啊，什么线？哇，这什么线？老师，你大家该说呀。所以为什么会有所有线束、电线？你知道？我讲较简单，你听我电线来看一下。阿德虽然今天倒了，看一下，现在就得线束啊。啊，线束要靠什么驱动？这就是驱动器嘛。啊，这个驱动器，咱叫啥？这个马达嘛，这个叫电池嘛，啊，这里叫驱动器嘛。哇，现在驱动器你要用什么驱动？所以现阶段你要讲那一个，你要讲逆变压啥，什么 AC 啊、DC 啦、啊、什么啦，你拿来读电工的拢会晓。这个啥，充电嘛要为家嘛，对吧？所以我是不是为迄个 IGBT 先给你介绍？安尼你就会使先北一地啊，你就会使先赚嘛，你就会使先赚掉嘛。所以说你也想今天是31号嘛，哈、哦，31号嘛，这公共一大堆拢无好嘛，你讲一大堆要创啥？对，讲啥？对，讲阿德带你介绍的股票，都是会赚大钱，就是会赚大钱，对不对？就是会让你赚大钱。为什么？因为来 IGBT， 因为美国的电动车热销，对不对？那充电站拖牛布，这是后壁我要讲的。所以讲，你即马阿德就甲你讲，你来摕阿德的股票，摕阿德的股票有啥物好处？因为我在跟你讲是一个趋势，一个趋势。这个 IGBT 你听话，阿德头先画到遐认真，画到一台车，啊，你有看有啊吧？啊，如果到2025年个三年嘛吼。市场的规模从原来的什么十几亿到200亿，安尼我请教，20倍的成长你买无？无啦，我都问你嘛，趁钱你如果是有钱人，叫你去做一个生意，我讲你出100亿，然后你有可能会赚10亿个，你讲你特别真笑，对吧？你看你好呀，人你讲你我叫我出10亿，看会当赚500亿一兆未？我你像鸿海安尼嘛，没错吧？所以他们都在赚这个钱嘛。所以你要看啊，如果它的趋势是这样，这才几年尔，这才几年的时间。那未来如果从今年算到未来3年之内，它还有20倍的成长啊，你要不要买？当然要买啊！这逐支股票都嘛足好诶，讲到一支股票歹，逐支股票嘛足赞诶，到一支股票歹，你讲到一支股票歹，只是它发动的时间点嘛。用汉呢？为什么跟二极体有关呢？为什么跟 IGBT 有关呢？其实这间嘛是好公司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小的晶圆厂啦，代工晶圆厂啦，其实有自己的小型的晶圆厂是很不了不得的啦，我不骗各位啦。所以我跟你介绍的，你就要注意嘛，因为它会让你怎样
赚到大钱吗？啊，你想看看，好，有没有赚到大钱？你自己算，不要说阿德算给你看呐、啊、哦。第一次阿德请介绍给你，附顶。那第一次介绍的位置是不是在这里？八十几块。啊，你若买买到未？一定买到嘛。好，来，那我第二次再介绍给你，我这塔咱就卖看啊、哦、我第二次再介绍给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5月20号，对吧？那你昨天有看到 VCR 吧？第一次、第二次我都有放给你看嘛，对吧？啊，你有没有拿？有老师啊，这股票没现在去，对吧？那有没有涨？有嘛？那我们来看，我第三次介绍给你，我们就先不看这里了哈。第一次、第二次我们把它省略，那我们就看第三次。可爱呗，是不是个附顶？那给你，我请问各位，一样，你买得到吗？买得到，好。啊呢，我就要问你一样代志，我就要问你一样代志。如果你是有钱人，跟着阿德做附顶，从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你下去买，还有我的会员，我现在也可以跟我的会员对话嘛？我请问你有没有赚到钱？没有赚到钱的马上打电话来，我现在录影的时间我马上不要录影，我马上下台，好不好？我这样说这样就好了嘛。如果你跟着我做护顶，你没有赚到钱，我马上下台一鞠躬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这样就可以算了。我不让你算久的，我不让你算说你赚 53% 做一次，我刚才在你算讲，你五月份，5月19号开始，现在5月31号嘛，你做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啦，是不是？106，5月19号106买，是不是赚22%？对吧？5月23号115，是不是赚12%？对不对？那5月27号我第三次介绍给你的时候，到现在是不是赚7%？没错吧？7%。那我问你，这样加起来，你五月份到今嘛，你已经赚40%。啊，你若好野人，我今嘛来讲，你都买1000万，你就赚400。啊，你若一开始就跟着阿德做，你现在是不是赚93%？对不对？是不是赚93%？你若好野人，卡一通电话来，我是不是带你斗三工？对吧？所以讲，阿德有没有邀你？有没有邀你？来，你给我看一遍，5月19号是不是在这？对吧？我不管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了，你现阶段加入我的会员都可以看。你是我的会员，好，普通会员啊，你讲啊，该讲，因为老师啊，你讲的拢是高级会员，新代普通的好不好？来，普通的，我现在算给你看，如果没有超过30%，没有40%。我也一样下台一鞠躬，所以说没人敢这样跟你说的啊，这种股票好不好？好啊，这么好的你还不买？孟老师，如果照你这样讲，都已经90%了，还叫我买，还有没有？有，来，哎，我附顶送三次呢，如果三次码叫做什么标？那我你要把握价钱，把握这一次的机会。那我跟你说，高起来技术指标，这个技术指标水吗？你要说很漂亮的，你一定要说很漂亮的啦，因为你拿到你看到就很漂亮的。我说老师啊，技术现行现在大家也很漂亮的啊，落下水啊，大家也很漂亮的，对啊。好，来，筹码、啊、老师啊，筹码也很漂亮的，那一支股票都50亿，那当然也轻，是啊。所以我不才跟你招，你好惹人，你来不才听到赚到钱，你就要让你看的，再让你看一遍好不好？再让你看一遍好。我本来是说这要叫你先做，因为他这成长幅度太大了，对吧？可是现在他还没动，我就先没有先叫你做。我现在要叫你做的是什么？IGBT 的下一个叫什么？车标带给看，
车标底下，你自己看。啊，成长幅度多大？来，这好啊。全球未来十年的充电站成长，为什么？如果电池会成长，如果电动车会成长，电动车跟所谓的充电站的比率大概一比二啦，大概一比二啦。所以你头先看到迄个新闻，不是阿德自己编的啦吼，这美国政府讲的啦吼。美国的电动车热销充电站啊呐，无够嘛。所以讲，你有看到两条线无？这叫做电动车的成长，或你的未来成长哦，老师啊。干啊！这短短的到2030年，成长那么大、哦，啊！你啊看这条，这个充电站，所以合理的是不是上赞的？哦，既然那是上赞的，来 ，Take it。啊，老师啊，你卖鸦片，这是长你送的，这我昨天送的，对不对？我昨天送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是不是出人？是不是去？是有去啊，无去？有啦吼。好，安尼我今来送你这支新呢。你看车标，来个一盖。我真正是时间未赴啦，因为我工产业，昨我送你的这支，我车标写啥？是不是出人？啊，这支是不是出人？是啦吼、哦，啊，这支有去无？伊讲啦，老师啊，卖小骗，出人今仔逐支嘛去，几乎逐支嘛去。来，我就问你，你是我的会员，有没有买？安尼较紧。啊，你有买？有没有赚？伊讲老师啊，你咧讲的拢 VIP， 阮也毋是 VIP 啊。来，普通会员，你昨天有没有买？啊，有没有赚？有啦吼，好来，我给他们赏你，叫做三只马，叫做什么？所以这么厉害，有没有像富鼎一样，发动就亮灯涨停，发动就亮灯涨停？如果真的能那么厉害，你要不要拿？来，如果真的像富鼎那么厉害，你要不要拿？我的门一啊。不管你拿第一次五支的，拿第二次两支的，拿第三次十一趴的，不管你拿几次的啦，啊，有赚无？有啦吼。所以一旦发动直接亮灯涨停，有钱人进来谈，有钱人你来。等一下我有时间，我讲昨天的股票给你看，看对不对？好吧，啊，你要把握时间，我先进一下广告，记得。打电话，电话打来，三只马叫做什么？标啦，就是你的啦。进广告。动荡不安的时代，才能创造不同的价值。时事造英雄专案，帮助您在困扰的环境中成为股市真正的英雄。英雄专线02-812-5858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，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，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-8512-5858。动荡不安的时代，才能创造不同的价值。388时事造英雄专案，帮助您在困扰的环境中成为股市真正的英雄。英雄专线02-8512-5858。阿公确诊了失智症，这是我们感受最低落的一个时刻。很多时候，
确认才会让我们更清楚如何面对未来。善用政府的长照资源，帮助了我的阿公，也帮助了我的家人。我在股市打拼20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欢迎回来，来，赶快拿，时间快来不及了。我有讲要讲给你听啦吼，来啦，你自己看自己算啦吼，啊是不是内底一支？对啦吼，有赚无？有啦吼，好来，重点就是有赚啦。啊，无赚我就唔敢安尼讲啊啦。哟，老师啊，那个别个人拢第一名的呢，我讲因拢第一名，因拢赚比我比较少，真奇怪，笑死人。啊，所以这支咧，来注意看。我现在抽一张给你看啦吼，啊，你若看有对，就算你的；啊，看无对嘞，别人的啦。用阿老师甘内底倒一支，我也知。啊，我就跟你讲，我要跟你做的就是这条线啊。用老师啊，这到底是几张？哦，足济哦。哦，老师啊，你拢妄听啊？你不要看我认真的好，好啦好啦。第四张要不要看？第五张要不要看？不要啦，我先给你看那条张的。再来一个今天的，如果老师啊，你按那个我也会去啦，那你就拿今天的三只马打电话，好不好？这是你的，这是有钱人要赚的啊！你想要谈你的卡，祝各位操作顺利，打电话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